来，跟女朋友帮小乐按摩20秒。我帮他按摩。你要帮他按摩是不是？还是他帮我？他帮你按摩可以吗？还是你要？没事，我帮他按摩。你帮按摩好。二十。今天没有很累。今天没有很累是不是？跟女朋友等比较久比较累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场小乐帮他按摩个20秒按摩键。现在吗？对，现在马上。好，肩膀可以吗？怎么称呼你呢？小珍现在感觉如何呢？小乐按摩技术还 OK 吗？还蛮舒服的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听到很大，听到很大，是不是？小乐今天有睡饱啦？好，可能要再轻一点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前面的镜头。好，大哥们都有捕捉到吗？好，左边看一下哦。跟你要开心一点。好，开心一点，他太兴奋了哦。小珍帮我们笑开心一点啊。每个都很紧张，每个都很紧张，肩膀都很硬哦。好，很硬是不是？真的很硬。好，20秒也到啦，欢乐时光真的是过得特别快。好，大哥都拍完了吗？我可以补拍一张。好，补拍一张哦。好，我们看正中间。OK 的吗？好 ，OK， 谢谢小珍，请先回座哦。好，第二位最紧张的粉丝，帮我们揭开，你可以跟小乐怎么互动呢？哇，甜心巧克力来，小乐会喝你吃巧克力。那我不能昏倒，不然别人以为我给你吃什么别的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现在还会很紧张吗？怎么称呼你呢？某人妈子的是不是？他现在算帅的，算帅的是不是？好，既然紧张到说不出话，我们就直接吃巧克力啦。哇，为男神吃巧克力，为男神算是我的荣幸。好，不用想到就不要活大了。名字便宜你了，这巧克力。好，右边看一下右边的镜头。然后中间，左边的镜头，帮我看一下左边。好，那我们吃下去啦。男生很开心，对不对？男生很开心。感觉如何？好吃吗？嗯，我不是问我，我说巧克力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请先回座。我们请接第三位歌迷朋友，可以跟小乐怎么互动呢？只有你上来，你的姐妹没来，这样会不会？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怕我等一下回去被。因为爱的抱抱只能有一个人，爱的抱抱10秒钟可以获得我们小乐的爱的抱抱。这个感觉最吸引人。真的是千网不亏不。真的很幸运，好，请小乐跟歌迷来互动，爱的抱抱10秒钟。